are you? In the New America, York. Zach. This is America, Zach. New York barber. Yeah. Get my hair did. Whoa. Looking nice. Hey, we're today very happy. We're 我们吃在饭店，因为饭店是免费的，好开心。然后我们吃完早餐，我们就跑去剪头发，他们都剪头发，我剪胡子，但是他把我剪烂，你看我都被割到，好痛，好不爽。为什么要带到美国去剪头发？人家帮我剪成这样，什么意思？而且还花了40块，你好像还有个小费，自己剪好像还比较好，好像是啊，40块好贵哦，40块没关系，这里是烂美国哈，知、道没关系，真的就这样的。那我们你是不是假的美国人？那我们那个剪完胡子之后，我们就去那个中央公园去走一走啊，蛮漂亮，也是免费的。后来我们去吃午餐啊、这个餐厅真的还好，就吃了一个猪肋排，马铃薯沙拉，还有一个 greens， 我不知道 greens 怎么讲 ，greens 怎么说？所以不怎么样，所以就没有拍了，对不对？就没有拍，就真的拍带过去，但是这样子就20块美金。20块，但是分了那个我们两个人一起吃的，所以哦 ，OK 啊，我们现在要开心，要开心，我们现在要去 Natural Museum，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嗯哼，中文怎么讲？自然史博物馆吧，好像是这样。啊，反正我们要去哪里玩，好开心，有没有很开心？有没有很开心？这个人有没有很开心 ？What's the special of the museum？ 应该是那个 dinosaurs 吧 ？Dinosaurs， 我自己觉得。啊 ？What the hell is that？ 那是什么东西？Do you like it？ 好怪，好怪，甜甜又辣辣的吗？没有，就很咸，很咸。那有点辣辣了。啊，芒果有甜吗？芒果是甜的，但是这个完全不行，又咸又辣。The mango is good, but I don't know. About the sauce. 那个酱汁不行，是完全不行啊，很咸。有没有？还有什么？就是超级咸，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很非常咸的一个酱。好，我们现在到哪里？我们到了 Natural Museum of History。说过来说 TikTok。No, we're not doing a TikTok. We're talking about the Natural Museum of History. 我们要进去看 dinosaurs， 要一起吗？你在问我吗？我在问你一下，我以为你在问观众。当然要一起啊，不然嘞，不然谁帮你拍？什么意思？好好好，那我们赶快进去的。Let's go, let's go。哎，有一些好消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本来这个博物馆是开到5:30，现在已经4:25。为什么那么晚？这就是因为我经纪人很爱睡觉啊，然后起不来，而且我们坐错车，然后一直坐错 subway， 坐了好几趟，好几趟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终于到了。好消息就是这个，本来进来就是要买门票，但是今天等到4:30就免费进去了，因为它开到5:30而已，所以我们就可以免费逛，但是只有一小时够不够？应该够吧，我们只是来拍拍照而已，没有。没有没有来，我们就是死观光客，只有要拍照。对啊，所以我们要准备进去，我们还有2分钟，再2分钟你就可以免费进去。耶！哎，原本门票大概多少钱啊？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看。我记得好像800多块、欸。怎么可能那么贵？美金真的。对啊，本来25块。原本25块，对啊，我们现在省了25块，一个人省25，耶！省了50块，好开心！4:30进场，走，好开心！进场了，排队。应该是非洲古文物。Asian people， hello， Asian people， 很讨厌，很讨厌亚洲人，不要乱讲哈。没有，我们要去亚洲地区啊，亚洲地区。亚洲地区有什么文化吗？我也不知道，没有。来看看，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是面跟饭这样子。好，我们吃面吧，我们去吃面吃饭。Yeah.
好像比较接近印度的文化是吗？是我这一区吗？对啊，对啊，因为印度是在亚洲吧？我知道，我只是说这一区的比较接近印度，因为我也不确定啊，我也看不懂，听不懂。因为这里就是有很多那个 dinosaur， I'm so excited. It's my favorite part of this museum. 但是因为这里很多楼，一楼到四楼都有，所以我们就慢慢逛下去，好不好？好。我刚才我们走到我就有点渴嘛，想说买一瓶水啊，虽然应该很便宜，没有一瓶4块，我买了两瓶就8.71哈，好贵。那美国，哎，我们现在到了三楼，我们这里是海洋区哦，就是有很多水里的鲨鱼，还有什么乌龟啊，还有什么，就海洋生物。但最重要的应该是鲨鱼吧，我们要看鲨鱼。应该是吧，我们 Let's go see sharks。Sharks！ 好难过，我本来要去看那个鲨鱼，但是要另外买票，因为我们今天太晚到，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关了。而且他们现在关了，现在没有办法买门票。哦，那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好不好？值得吗？那个票多少啊？我们来看。我不知道，那个票多少？还要再另外买？什么意思？25块吗？哦，那是 resident， 28块，要28块。这也是吗？对啊，还要另外买，什么意思？ Bye sharks， 拜拜。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他们现在在广播，因为剩下10分钟，10分钟后就关门了。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全部，但是我们几乎都看完了，而且我们是剩那个门票的钱，还不错哈。你觉得我们要再来吗？这里好像是，如果是我可以逛一整天，如果你要慢慢逛的话，但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们只有2天嘛。我们就是观光客，对啊，来拍完照就走了。至少我们差不多看完了吧？本来想要带你去百老汇。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礼拜一没有开，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所以我是因为没有百老汇，所以叫你去打百令城可以吗？好啦，好啦，所以来纽约应该还是要去百老汇看一下，但是我们这次应该不会去了，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对对，没办法。然后百老汇它好像刚才看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对不对？对，就是固定每个晚上7点到8点，七点或八点左右。礼拜一休假嘛，嗯哼，没办法。OK， 这就是没有计划的问题，是谁的问题？为什么要带你？我带你来就是最大的问题。算了，那我们只好去打保龄球了，是因为他的侄子很想去。我们本来要去打保龄球，后来呢，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超贵，哇，太贵，1小时75块，再一个人加7块，租鞋子费用就是租鞋哦。75是一道的费用，一个小时，对。对啊，但是里面的状况很特别啊，里面有 karaoke 啊，还有那个餐厅，还有酒吧，然后他们播的音乐也很好听，然后很多人就一边打保龄球一边唱歌，但是后来我们觉得有点太贵，因为我们明明就可以在东方吃。那疯狂去打保龄球，然后一个人可能10块而已，所以一个小时都超过100多块，我们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我们要再找另外一个东西去玩，好不好？不要哭， okay. 不要哭，我一定会找到。我还好啊，我是他是侄子比较好。对啊 ，Sorry。我们到了哪里？我们到了。In and out 都是打到最
最期待的，我不懂为什么台湾人一直觉得 In-N-Out 是最好吃的汉堡，其实美国有很多好吃的，但是说不定你会喜欢这种，其实我觉得也蛮好吃啊。是 ，Come on， 一起来。你讲你发？自助吧，这是酱料的自助吧。哎，这是我最爱的。你看，美国一点都不小气。你看，我去麦当劳的时候，点了一个汉堡，还有薯条、薯条，一包番茄酱，一包哪够？你就是要想这样，你看。欸、我们点九块鸡好像也只有得到一包酱料，对不对？对，九块那个麦克鸡块，对啊，麦克鸡块也很少，是不是？给你九块，他们才给你一包，这样你要怎么吃下去？你看，番茄酱吃到饱，而且他们这边也有一些辣椒片，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看他们旁边是什么饮料区，可以续杯，一直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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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到你自己想吐就可以了，哦，很棒。吃到饱，吃到饱。你觉得 In-N-Out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的菜单只有四样东西，叫双肉。结果你点的时候出来是这样，有没有不一样？哦、就一般薯条，好，这叫做那个 Monster Style 吗 ？Animal Style。好，看这些汉堡，好 ，Wild。哇，这是多双黄瓜，这个是没有面，没有面包，三片肉，还有一大堆。酸黄瓜，嗯，然后这个多酱，哇，你看，好，全部都不一样哎、欸，有没有想，有没有想吃？嗯 ，That's Gary， Gary， say hello Gary， 你好，你好，and who are you？ I'm Philip，yeah，Phil，yeah，okay，let's try，I'm Jim。Jerail. 快吃。Morning style is delicious. Oh, by the way, no bread. Gary 不吃任何奶类的，起司跟牛奶都不吃。How's it? Very good. Very good. 看这个汉堡，肉排也够厚，也有一票起司，还有起司，还有沙拉。感觉很 juicy 耶，他们吃起来都很 juicy 感觉。Look at it. 哦 ，juicy。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肉就是新鲜的，都没有冰过的牛肉。没有冰过，要不冰过？是温体牛肉汉堡。不是温的。没有没有 ，in Taiwan we call it 温体牛肉 ，because 是、oh. 今天杀的。哦、oh.。然后今天煮的，要温体牛。Okay. 这是我最爱的，就是有点脆脆的。那是什么汉堡？就是有点烧焦，但是不是烧焦，就是变成有点脆脆的。Oh, OK， 嗯，喜欢吗？啊，还有 buffet fries。啊 ，How the animal fries？ You try the animal fries？ Yeah， 它是那种，它里面是那个有酸黄瓜跟那个有点像什么千岛酱，就酸黄瓜，不是酸黄瓜。里面有酸黄瓜，里面有一粒一粒的酸黄瓜，然后加上是那是肉酱吗？肉酱跟鸡胗洋葱吧。No, that's cheese. Hear me. Can you? 里面有那个。哦，你说这个千岛酱。对，他们这边的特色就是他们是从真的马铃薯切成这个薯条，在店里哦。在店里切哦。对啊，不像麦当劳那一种，麦当劳是冷冻过的嘛。嗯，这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些东西都很新鲜。哦，所以吃下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开心。你去其他地方，你吃他们东西，你会觉得假假的吗？有点假。但麦当劳薯条好好吃哦、喔。好，这个我讲一下差别好吧。我觉得吃起来，这个盐它盐放的比较少，然后吃起来比较干一点点。但是刚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较新鲜的关系，但就没有麦当劳那么脆了。然后里面松松的这样子，味道还蛮好吃的啦。只是我还是喜欢麦当劳哎、欸，怎么办？哦，你好，会讲口感，好鸡掰哦，我操！好，我们刚才吃完 In-N-Out， 我们四个人，我们吃了40块，嗯哼，还合理吧？而且不用给小费哦，嗯，是不是很棒？所以这个总结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素食店，是这样讲？对对，应该可以这样讲。它主打 fresh， 就是它是马铃薯也是当天现切，
牛肉也是当天煮那个杀的，不是当天杀的，不是当天杀的，没有冷冻过的啦。对，没有冷冻过的，不一样啊。嗯，很新鲜的肉。对对，终于到了凤凰城，好累。其实我们本来想的是我们要去纽约三天两夜，结果是三天两夜也没错，但是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可以玩，而且我们今天早上很早很早就出发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玩的东西玩得很开心，玩的也蛮多，但是我们当然没有把它玩完，所以我觉得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纽约。还是要推荐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但是我们本来很想要去看那个百老汇，但没有机会，所以如果你自己有机会的话，百老汇应该是排在前面哦。拜拜 See you next time。